Hello， 棋友们，大家好，这里是战战。本期 MOD 精选，战战给大家介绍的是棋侃二霸主功能 MOD 教育与阅读。教育阅读 MOD 可以在游戏中通过读书学习技能，你可以和酒馆老板打听书商下落，从书商购买任何主题的书籍或卷轴。通过阅读他们，你可以获得相应的技能经验。还在等什么？快来在卡拉迪亚的知识海洋里遨游吧！以下是教育阅读 MOD 的主要内容，详细内容和玩法可以在棋侃中文站网站首页进行查看。如果喜欢这款 MOD， 也可以到棋侃中文站下载中心搜索教育阅读，免费下载吧。